已经查出伤者名字叫陈顺昌，25岁，住在淡滨林新镇966座5楼，请马上通知他的家人。财神，财神，阿昌怎么了？阿强，我们本来要去看梅珍的，突然接到电话，这傻孩子为什么要去赛车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，你还哭？是啊，财神，阿昌不会有危险的，你哭也救不了他。不哭，他是我的儿子。别吵了，准备书信。请等一下。他的家属呢？在外头。哪位是陈顺昌的家属？医生，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了？他的情况很危险，伤势很严重，由于失血太多，需要马上输血。输血？什么？要输血？你们捐过血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依照医院的规定，你们可以输血给他。如果血型不同，可以用等量的血和医院的血库兑换。医生，阿昌的血型是B 型。我也是 B 型的。你是 B 型，很好，请跟我来做个检验，证实一下。好。